所有的霹雳道友们，大家好，又收看了我们本周的霹雳英雄同乐会。没错，当然今天现场还是在高雄，怎么可能连续下来两天只会只看一天呢？而且我跟你讲，自己的公司自己要支持起来，好不好？我们这个霹雳盛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很快呢，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我们今年度的11月份了。我发现一年在过是真的还蛮快的哦。那当然呢，我们的这个东篱剑游记啊，第四季也即将来到快要中间的集数喽。哦，这一季当中呢，我们如何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各种支线啊、剧情啊，来给大家不同的惊喜？请大家一定要继续的来锁定我们的剧集，接下来赶紧来进入本周的霹雳英雄同乐会。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霹雳调查局，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彩的操偶动作。首先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在奇人密码当中罗布神女菲儿的祭坛之舞，当年除了是第一部 3D 偶动漫作品以外，菲儿的舞蹈也是非常好看的一段演出哦。再来要介绍的是齐罗生的双刀舞戏，在剧集演出当中，齐罗生的双刀舞戏一直都是亮点。不过让小编比较有印象的是这段齐罗生重启刀诀的这段。关一灯，一定倾听心的答案吗？风枪、魂流、臂眼、化身，时间在流逝中，渐显温柔。工人正式入旧换烟素食堂，初次见到七修刀法，脑中战瞬间过许多破解招式，同时之间刀法招式流动不出，还我心念刀法之乡，
就发现天生的独角，一渐渐风雨，次日待至，是独角兄的千变万化。那时我以为这是石头的必经过程，如今想，也许是受这首独角影响，就封闭了自己一生以来的独角。现在若要重拾，就忘记这首独角。在空无中，以瞬间的压倒感觉，再度忆起属于自己的道路。或许这天生道路上，我就能看到那名一定再相遇的人。接着要介绍的就是贺白丁的醉拳武戏。虽然讲到醉拳的武戏呈现，应该现在很多人想到的都是《霹雳兵锋诀》当中岳无缺的醉剑。不过小编个人觉得，在醉拳的演绎上，贺白丁的演出也是非常好看的哦。光明明耀王，杀声惊四野，威风彻云，叫飞天九阴，招招惊鸿一瞄。哦。英雄对顶将，对王，你如如是，你如是，再来轮到你了。喂，因三王拢见高位吗？有你智慧一点吗？哦，只见福鼎向西就立，发华异形，这是平移大苏尼。盖住六行，不足姿态改变不了进度。哈，一起贬低啊！何文兴以飘风重卡，苏明心情真造化，不必定今天不是吉好。平移大苏尼，外穿空心，你对我几乎好所有研究，小弟独会中招，飞空跳平我随意偷袭，但侥幸受人干。永天不死怀抱。哦，哦，哦，我来修研究过我的武功了，可惜小明有你料想未到，钻石华物，小明化形飞龙掌。瞬间地听神会，恰明敌军天劫，气吞山河之威，在场众人为之震慑。你朝敌是过马乌，盖多。胸有破铁，我现在可以和你人生导航。无所谓缺杆一个，无所谓半缺杆二度。你独票自尽的方法真特别，但却不一定能免除比赛的命运。用实力来证明你能过我的期望。好，音响组合，建议比天高，到海神风，绿刀飞红掌，一脚攻，一脚稳。完全不优秀，多罗现中王。啊！好！哦！香槟高峰瞬间立场，一定不用灌水再去，当着赤面，就是反着赤面将你拉住，随即。哦！哦
破。哦，为一击干戈，再回路。最后要介绍的就是《碧血玄黄》当中迦楼玄黄刺下盛世之欢，也就是一刀绝杀尊父的名场面。当时看到这段时，真的是觉得非常精彩，而且马上被迦楼玄黄给圈粉，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再去重播来看哦。血流之势，领土之上，一兵清算，这个灵来吗？哦，好。东乡杰郑光秀，绍兴公修生，以存地庙之效，以形制敌，以对凶面，醒目。本不该出现在规模上，加入孙红，但可惜，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但你个一刀病毒染色，正是强悍无伦的救火之将。最后一息，送你上路。是吗？天下人透着毕业作品，青鸟依旧，气质无人不改。天水不染一红尽染。少年，一红无旗，烟无香，尽染两人心影。阴魂无散，八红无尽。一挂江少江寒柳，不惜眼前数一山。你也有所不留。哦，这一场生死之欢，情物受力。孔明东，精灵精雄天，惊鸿鸟，一剑斩炎首将。如何一击稳中失了？每一个人拢有相随故事，看完以上介绍，是不是觉得意犹未尽呢？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PD 调查局，我们下次见，拜拜。飘逸独雄黑武王，兵器强劲，创造着飘逸的阵象。纪录星和武神龙黑文雄，高中秀英阵型。哦，哦，晋阳神龙，相州钻红顶，江湖引路，总有九连精雄阵象。陈英斌回乡救东林兄弟，钢针击刻，秦国之都恢弘将军，披露阵营，水军一条风暴信号，向十级烈风威胁降临，一场震动，有目之都。既然有目前来，这场战。以及渡过冰沟，另一方面，伊达雄飘逸孤独的北口，凭着记忆找回镇乡之源。刘兄，我高追光阴，你已经死路。哦，东
人这是开始。紧张紧张紧张，可以公道再开生死挑战，一路生一直渡过，分别对上保护神龙一剑打，今生最强敌手，最狠的阵容，将以两人好好专业结束，以两组面。最光阴面临时空真相，就将化瀑布消失天地。要怒黑雾，黑光飘进，一直渡过巅峰落去，对上冰箱最强最狠的对手。出兵入侵，就要有消失的格物。哦。千斤等级，用上好十副龙盘，将金属性一一渡过铁环了，金牛再见，来吧！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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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正好高兴的赢得，用千种天神鬼阵，一一渡过银角正法能力。以特殊体质相顶扶持，兵力肃静。林崇明以前多些修行者，一经变化，十块的对干，是一股三段贵气格物。哦，哦，再观老高必须温素天赞，领袖都必须无情的干，双方互相较劲。以其人生可人相思，不如当心自己吧。你可知晓你早已经死了，死心就在飘在孤独的地区内。哈，真侪人希望我死，但这永远只能是希望，因为我会让你抱着一丝的希望如干草。若你可是有勇气进入地区中一探究竟，我为何爱使令欺负？因为你无入局，你身边一只狗就要为你名声红传喽！哈，小鬼头！哈哈哈哈哈！高中打入死亡前面，见证自己的消息。想开，啊，想开啊！为何事？这头不管醉光阴，死心不甘，跑到这口气，破冰修成辛苦号，死亡的秘密。哦，俺爹狗啊，是你自吹死路，好、啊！我当小米土脚收不下，好、啊！眼前小米土含义，不够行都无忌，兵力开始，天下应变重重，专案以虎凶对立，我，哼，再听清。啊啊！小笔头，你不输，你得不输。这是东朝虎高的虎怪幽丸，你功能足力兴起，小笔头，你快活好。什么你不想开？为什么？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我？难道你的身躯里面真装有我的尸体吗？小米头，你让开！让开！
是，根本什么拢无嘛，伊真是太不应该了，怎可以甲歹人斗阵拼活？哼，你只好好养伤，我未来去大开杀戒路。挑衅文雄，剑声穷枪，无神龙剑阳飞转，波波三三，一路星相当高劲，招招阴牌，枪击相中，剑压天敌。啊！英雄们一一渡过，虽是虎兄威力，但天生技术，让他不断都被吸行高音。吼！哦！哦！古今数回合，赢得骨气绝将，顺心跨步杆，再气破损凝胶。哦！寻路万火归屋中。你对我狠心？哦！一回步，一路将顶边东西两队磨好，将刀随时拎回，却看不破金光护体，一下子火星，英雄就为了。就在一路将一之间，天我无所高义之向，不过闯入阵营，千堆水一分阵营。走，走哪里去？我共军，共军也不镇定，中路。哦，哦，哦，酷，哦，你要龙都西征，哦。要丢路？哦，王财归刀，我就还你归将。哦，气红一袖，一口一口，仰傲出苦铁不堪承受的重击，剧烈的痛，在一袖别空间，一剑马步，吹力不害，再经不起我来又不当的苦铁。技能仅由中介优质训练。我不能将您死在此地，一生也救不了。哦，哦，哦！贯心进取，一举渡过催化龙腾四星系统，一兵反交，冲破武器之防。这出金香醉红之交，天气地气，食之安之，天不适行，定时诛心，不胜无所不利武器，后天克地是勇敢的。快到北沟离开，快呀！哦，走啊！我不尊，不顾努力尽人，上台一拱，一度个有功必成，文英胜不可名定。突在秀灵卡砖下，一刀定输。哦，龙操红贵地，实在太不该了。哦。
狂怒，有生不顾，该以身受重伤。因为无有好这消息，理想这段时间，随着求阴子行踪，将他解决。麻烦认定，我一个也袂放过。欢迎收看闪电派出所。哎，我有问题。怎么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名称原本是霹雳第五纵队，那为什么后面会改成闪电派出所呢？哦，是的，就是如果有看一直在看我们的单元节目的道友们，应该会发现我们大概是从应该是213集开始录制单元的。那个时候的确我们连开场都说是霹雳第五纵队，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不太习惯的地方，就像我们常常在开场的时候一直都弄错，对，就是错乱。好，那这个可能跟道友去解释一下，因为的确前面有好几集，其实可能是我们连字幕包含我们讲话的说辞上面都说霹雳第五纵队，可是字已经换成闪电派出所，然后后来就我们就把单元名称正式的就换成闪电派出所。那这个缘由呢，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直播已经做了2年的部分了。那霹雳第五纵队是针对霹雳戏迷道友们在公仔领域这一块里面做的直播节目、直播单元。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我们的霹雳电视台的一个单元之后呢，我们要做一些区隔。好，所以也是怕着说道友可能在搜寻节目或是寻找的时候有个错乱的一个状态，好像说哎，为什么好像是有看过的内容，还是哎似曾相识的组合，还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把名称也直接用闪电派出所来更新，然后来做一个区别。所以从现在开始的那个霹雳电视台官方节目在这个单元就会叫做闪电派出所，而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店内的直播是用霹雳第五纵队，然后做了一个这样区别。那我相信道友们在看内容呢，其实还是会有所不同哦。就像是我们当初有一集好像开始介绍了一些其他商品的部分，对。然后我们在社团就会接到说，哎，我以为那个闪电派出所是介绍公仔的，但实际上不止哦，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闪电派出所定位里面，在这个节目的定位里面。实际上呢，当然是会有这个公仔为主的一个大部分有一个公仔的内容，可是我们其实还是会连带了很多跟霹雳角色英雄们相关的一些周边的介绍，你也带过很多的这个收藏，对，来跟大家去做介绍嘛，没错。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的这个节目形态的内容的制定。那至于说为什么我们叫闪电派出所？对啊，为什么？哎，你不知道吗？哎，我当然知道啊，所以我要故意这样问。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闪电派出所的由来。我怕我解释不好。好啊，就是闪电派出所，就是我们，我要怎么解释啊？还是你来解释？我来解释吗？好啊，闪电派出所其实，闪电，其实它就是霹雳的意思。哦，霹雳就是雷霆万钧，雷霆一闪嘛。那因为我们是小的，我们不是主霹雳嘛，我们就用闪电来称呼。那至于为什么叫派出所，那这个是比较有趣的设定啦。也就是说，大家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常常会听到飞猫叫我老师，一直叫我老师。没错。那这个可能是大家在节目上面，为什么要特别去叫这个主持人老师？那现在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自称老师嘛，对，那实际上呢，他就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就是我是飞猫的老师，也是他大学的班导。那闪电派出所的这个派出所成员呢，其实呢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学校，我都是他们的老师。然后我们现在成员其实除了我以外，我是所长，闪电派出所的所长，我是麒麟。那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三位成员，有飞猫，对、哦、那我最常让大家看到就是飞猫，没错，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你的学妹就是戴吴，还有一个学长是鲨鱼、哦、那当然这两位这个小朋友们会不会有机会来上节目呢，我们还不晓得，希望敲碗对，那这就是我们闪电派出所的由来哦、嗯，老师我又有问题了，就是你看桌上这些魔改公仔啊，就是已经出现过，我们前面节目有介绍过嘛，那为什么这次又看到了，这次又看到魔改公仔出现在我们的桌前、嗯、是不是，那当然我不是要去跟各位再细细介绍魔改公仔的老师或者是他怎么改的工艺啦、嗯、这一次呢其实是我们是用代表霹雳电视台，然后我们闪电派出所的这个单元，嗯，来跟高手在民间的道友们征稿啦，哦、征稿、哦、就是说，道友们，如果你有很厉害，或者是哎、嗯、也很喜欢模型，嗯、哦、然后很喜欢自己涂涂改改，哦、我们欢迎呢你用上霹雳所有出过的公仔。你可以拿来做一个魔改的动作，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征稿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甄选大家魔改的作品、嗯、那是寄给官方吗，寄给官方，只要你、嗯、魔改好了之后你可能拍照，那你拍照了、嗯、你就到我们霹雳电视台的 FB 官网、嗯、然后用私讯小编的方式把你的照片、嗯哦、send 给小编，然后小编就会去做统整，那小编统整了之后他可能就会从作品里面或者是你的简单的介绍里面去选择哪一个作品为他想要专访的对象、嗯哦、那专访的对象呢那我们就会邀请你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会邀请你来到我们的霹雳公司霹雳电视台来录制专访节目，就由你来说明你自己的创作和你的故事还有你是谁。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哦、因为这些魔改公仔很漂亮嘛，那如果说像我是一般的民众啊，我不可能做到那么漂亮，这样也是可以的、哦、当然可以啊，因为其实我们摆的前面的这个展示案例当然就是知名的魔改老师啊、嗯、还有很多的台湾很厉害的原型师、我们一起这办了两次的魔改大会师了、嗯、而且甚至第二次的 魔改大会师他还有这个做贩售、哦、所以他们是专业领域的、嗯、那当然我们现在是以这个甄选高手在民间的道友们，所以其实我们的标准并不会用这个专业的魔改老师的标准去看待，然后当然这只是一个范例说哎，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改，当然这里面的规则呢也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除了是拿霹雳布袋戏的这个出的公仔角色来魔改以外，嗯嗯，也希望大家不要改成别的 IP、哦、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拿了这个素环真的公仔、嗯、然后你把它改成佛剑分说，那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嗯啊、但是如果你拿素环真的公仔、嗯、然后改成了火影忍者，哇，那可能就有问题了、欸、那这个就我们可能就不会去选择这样的一个魔改作品、嗯啊、那主要呢我们还是在霹雳的宇宙里面推广我们霹雳宇宙的公仔，所以你想怎么改，甚至它本来没有场景你把它变成有很丰富的场景，这都是一种魔改的方式，或者是你其实不喜欢我们官方公仔上面的上色，你想要把它 改变改掉，你觉得怎么样比较酷，怎么样比较炫、oh. 哦、都欢迎你来做这个调整，然后呢再寄照片给我们。这样我又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前阵子不是有实名制的投稿吗、oh. 实名制，那就是好像这次的投稿又跟实名制又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这样应该来这样说明哦，就是实名制的征稿呢其实它都是以平面为居多、嗯、所谓以平面为居多就是我们那时候实名制征稿的方式有绘画、嗯、然后有摄影还有壮观收藏，那壮观收藏和摄影都是摄影、哦，绘画也是摄影、嗯、因为你脚的照片都是用摄影，对对，那实名制的投稿是这个模式，大家只要用数位档案，嗯嗯，你就可能被我选上进入这个实名制的书本嘛。那这一次的魔改的这个甄选比较不一样，是
你给我数位档案，给我们数位档案之后，我们选择了之后呢，是邀请你来节目上，而且是你要带着你的立体作品，所以它不是只是用数位的这个摄影就来好像做一个参赛然后决胜负，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被我们选中了之后呢，会邀请你本人还有带着作品来到电视台来录影。这样很紧张耶。但是我觉得也是很荣耀啦，就是说，你可以将你的作品展现在所有霹雳道友的面前，那就是可以好好的去诉说你奇幻的故事，你厉害的工艺，你想说的故事，理念吗？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属于我们跟道友之间的交流。那我突然刚突然老师在讲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我们的魔改的征稿时间是不是快到了？魔改征稿时间快到了，因为魔改征稿时间我们设定的是在11月底。对，那今天的播出离11月底很近了，所以呢，我们要加速催票，就是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作品，现在就已经有人开始在投稿了嘛。没错。那我们已经看到很多道友的厉害作品，但是我们还希望看到更多，可以让我们选择有更多更厉害的道友们一起来共襄盛举，还有上我们的节目。那上我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我们会送你精美小礼物。这个精美的小礼物是什么呢？是最新一版的 3DGN 天下的公仔，好好哦，送给你。对哦，就你会录制官方节目，也会得到精美小礼物哦。嗯，来跟我是三聊聊二三四。大家好，我是阿哲。今天请来我的同事莉莉。Hello。那为什么今天请来莉莉呢？因为莉莉其实是我们这一次我们 PD 盛典的短影音的企划内容，对，还有拍摄有些都是她自用的，所以想说今天请她来聊聊 PD 盛典。是，因为毕竟莉莉其实是一个不带性麻瓜啦。对，我是一个非常之前的麻瓜，请前辈多多指教。不过其实这一次演出你也一起坐下来看了，那你这一次看这样的演出，你以一个麻瓜身份，你自己觉得哪一段演出你比较深刻？其实我觉得整段演唱会都蛮震撼的，就是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从小也没有接触过野台戏，然后在霹雳布袋戏上面，我也只是从透过电视看到，所以实际上看到演出，其实就觉得蛮感动的。然后其中最比较深刻的一段就是，弃天地跟一页书还有风之痕对打的时候，就是那一段，就是 A 舞台跟 B 舞台在互相交错，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特效是直接用道具去做的，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很有，就是很像，就让我觉得好像在看野台戏的感觉，我就觉得蛮震撼，就会觉得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然后搭配背景是剧集的画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完蛮感动的。哦，你有融入到那个剧情当中，对对对，虽然我对剧情不了解，但是我看完整个演出是觉得我会想要推荐给我朋友看。哦，对，了解了解，是。好，那其实这一次演出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偏向是要有点戏迷向才会比较知道的事情啊，好比说像《迷雾都城》这首歌曲，是，对，就是你看它的画面，有发现其实它里面的人穿着蛮西式的嘛，对，蛮西式的，就礼帽啊，或者是像礼服的感觉嘛，对，因为其实那是当年2003年的剧集，然后2003年，然后这么久远，然后当时他们的主题就是吸血鬼。吸血鬼，他们这么演这么酷的题材，对，而且当时还有一个更，我觉得更蛮现代会用的题材，就是穿越时空。穿越时空，对，你应该有在这场演出看到佛剑分说，有，对，大师其实他就是当年那个剧就是穿越时空，然后看到一个未来，然后回到现在来解救这个未来，哦，是这个概念，然后再搭配西洋的吸血鬼的一些题材，所以当年其实这个题材还蛮新颖的，很新颖哎，而且在当时来说，《迷雾都城》是霹雳剧集当中第一次用演唱歌曲当片头曲的演唱歌曲，所以以往都是使用配乐去当是片头。其实如果有空，你可以回去看，你发现很多片头都是用配乐，
不是像这样子，现在都几乎都用演唱的嘛。对，对，那是后来才开始这样做的。因为以现在近期听到的都是用就是片头都是歌手唱。嗯，像你不是就很喜欢有一首片头曲？对，我非常喜欢一首是《自从》的《无神论》哦，我觉得那首歌非常摇滚。然后我推荐给我身边非信迷的朋友听，他们也都非常喜欢。嗯，哦，对，就是、感觉很新颖。对对对，然后 Be a Hero 也很厉害，就是有搭配英文的。哦，你没想到会唱英文，对不对？对，然后就蛮顺的，就听起来也不会觉得哎有出戏的感觉，就是其实都蛮，就是那首歌整个搭配起来是还蛮好听的。嗯，对。那其实另外像我在这次跟你一起看演出的时候，你有一个反应，我当场有笑一下，就是有一段你不是说都是女英雄呈现，对，有个什么女中豪杰那一段。对，然后我笑的原因是因为哦，其实她的第一首歌曲，对，是女生的歌曲没错，但其实她的主角就是《风雨无情》这首歌曲，她的主角其实是一个生理男的一个生理男，对，其实他是一个。就喜欢变，他喜欢穿女装的概念呐、啊， oh. 他就喜欢他那个打扮，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是现代变装皇后的概念。哎、欸，有点这种感觉。对，然后他的名字其实也蛮有寓意的，他叫半花龙。半花龙。嗯，那这个名字是当初傅董洪文哲取的。哦、oh.。对，有这个寓意在啦。所以他其实。生理男，但是心里是女生。哦，了解。这也反映出其实霹雳的女角色，就是还蛮多故事的。对，她不是只有单纯指生理女。那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蛮前卫的。嗯嗯。然后另外像其他后面有一首，我不是还特别跟你说的是李清照的词。对对，那个就是那个主角也是偏向，也是他也不是，他原本也是男生。哦、oh.。对。但是他的变，他的所谓的变性又比较。偏法术类的那种概念啊，哦，了解啊，是透过法术去就变成的男生，哦，了解，好酷哦。这其实他们也会融合很多诗词，然后来做歌词这样的概念啊。这霹雳真的是融合蛮多元素的，现代风、古风、摇滚风都有，都有嘛，对啊，很酷。那如果最后来讲，如果假设你一个非戏迷的角度的话，你会怎么推荐这个《霹雳盛典》这场演出呢？哦，我的话呢，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集结历史，然后到一直到现代的霹雳，集合36年来的精华，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看。就是虽然因为剧集真的数量很多，有一段是就是把所有的剧集展示出来、那一段，我看到那一段，我想说，那我要从哪一部开始看？就如果我要入坑的话，就不知道从哪开始。对，就是不知道从哪开始，因为历史非常悠久。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每一部剧都有融合很多非常不同的元素，就是像刚刚西洋风啊、现代风那些，我觉得非常。如果之后我应该会慢慢去把它看完。哦。对，但是再请。大前辈推荐，对，请推荐给我。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后有机会，你会想要多了解这个，想要再多了解，对。那也欢迎可以入坑这个地方。对，我会再推荐我朋友一起。OK， 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么盛大的演出。好的，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啊，谢谢莉莉呢。那谢谢，谢谢。好，那我是阿哲。哦，我是莉莉。好，好，大家下次见，拜拜。拜拜。好，依然呢，在我们节目的尾声，接下来准备登场的是我们浮华世界 DVD 的封面人物。本周的封面人物是轰。那更多的剧情呢，一样持续的来锁定我们的剧集啦。接下来呢，赶紧来进入本周的霹雳点播站，依然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以及我们的心得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霹雳点播站。我们目前都有持续征集大家想点播的歌曲，那么今天就来听听大家点的什么歌，以及大家想说的话吧。首先是静玉想点播一首《重写》送给千亿，他想说的话是：很开心今年可以在玄黄响和霹雳盛典这两场活动听到你现场演唱这首歌曲，一直很喜欢千亿的歌声，也非常喜欢这首歌，很开心可以成为千亿的粉丝，未来也会继续支持你哦。另外，最近的天气变化剧烈，千亿要注意保重身体哦。今夜的花，不知有偌白；明早的雪，会落长夜底。一个人讲话，平淡的话题。
昨夜有你相陪，梦中的花开了几落梅，山下的麦只留下空白。再来是来自末世之宴后援会点播的《永生之花》，他们想要把这首歌送给喜欢花王的大家。想要说的话是，去年谢谢大家应援一起成立花雕族的家，如今又到了新的一年招募期，人生苦短，欢迎大家加入2025 PD Fan 花王后援会，或是投票给末世之宴，都可以享有馈赠哦。同时也推出了和易天玉跟西窗月后援会联动组成的方案，请多多支持哦。麒麟想点播一首《沧海怒涛》，送给一路陪伴支持沧的道友们。感谢霹雳英雄同乐会武器试点介绍白鸿渐的特辑，以及幻境霹雳跟霹雳盛典都有沧的演出。每当沧出场，总是热血沸腾。有一路相伴的道友们参与吃冰，一起为后援会冲关。其他后援会制作的明信片以及沧的摇摇乐，一鼓作气冲到沧的登场20周年。今天的歌曲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或是你点播的歌曲今天没有上线呢？我们接下来也会持续举办霹雳点播站，也欢迎各位戏迷朋友们持续投稿喽。而更多霹雳最新消息，也请锁定每周播出的霹雳英雄同乐会，或是上霹雳网都可以获得最新资讯哦。不小心错过的话呢，每周一晚上在霹雳 YouTube 频道上面也可以收看哦。希望今天的节目大家会喜欢，大家拜拜。